好，来，我们去下一题。OK，在这边第二题的时候呢，我们首先这一个角度，这个角度呢，我给它名称叫做 Y 吧。OK，我的 Y 会是等于360度减90度再减150度，然后拿到是120度。OK，为什么它是这样呢？因为我整个加起来是360度。所以这个是我的第一个动作，第二个动作呢是这一边，OK，我看到这一条线跟这一条线是平行线，它们平行的，然后这个就是 U 加起来180度，我给它名字叫 Z 吧，所以我的这一个呢 Z 加120度会是等于180度，OK，所以我的 Z 会是等于180度减120度，所以它是60度，OK。所以我的 z 是60度，然后接着呢，我第三个步骤是我整个完整的加起来是360度，所以我的 x 加 2x 再加 3x，然后再加 z 是60度，会是等于360度，然后我这三个加起来是 6x，然后等于360度减60度，我把60度搬过来，所以我就可以拿到的就是我的 6x 等于300度。所以我的 x 等于300度除以6，然后它会变成50度，所以我的 x 是等于50度。